哎，自由节嘛，你今天扮演什么角色？一个丧心病狂的阿嬷。我现在，你知道，这件衣服很紧，我现在整个奶都要爆开。你有奶吗？为什么我要扮丑扮到这种地步啊？你的发型有点像那个哎，像古惑仔的那个陈浩南。怎么了？上胸有点紧。我跟你讲啦，你没杀你。哎、欸，那个声音真的很难用、欸。老娘去瞎拼啦！哦，你妈只会演。啊，老娘都没有衣服穿，都穿这种衣服了。我相信自己的免疫系统。哎、欸，我居然遇到瓶颈了。我不会演就是妈妈。有那么难吗？很难好不好，更不要声音就很困难。然后加上我上胸又这么魁梧吗？胸壮。哇。都垂的哦，平的。啊，出门小心。好。啊，你有没有穿多一点？穿多一点，有啊，够多的。今天天气很冷哦。好，等一下我来接。拜拜。现在夏天了，智障啊。儿子没脑袋。妈妈不是没有谈过恋爱，妈妈年轻的时候哈，跟美少女战士一模一样正，色香味俱全。那、啊、所以爸爸是你？爸爸是我 K 呀。所以爸爸是？爸爸是我 K 呀。我是谁生的？可以啊，爸爸。啊，姐姐是谁生的？可以啊，我有两个可以啊。大战斗了身体，多少年的血战。